就在问新剧有没有吻戏。我还不清楚哎，我还没看那么多，应该是没有了，没有吗？我想说有的话，我可能要告状了。好，我想一想啊，应该是没有了啊，我挺感的。好，选一位女艺人约会会选谁？女艺人啊？你看一下他们在刷什么？粉丝不敢满意。女艺人的话我不敢说呀，害怕压力太大。是吗？不敢。打电话给他来试一下敢不敢。是吗？什么时候打？现在啊。现在打。来请我要报电话号码了。我要报电话号码了。怎么了？哎我好紧张啊。我很多，虽然乒乓球对我来说是又爱又恨，但是我觉得乒乓球带给我很多东西。比如说我现在去唱一些直播的一些节目，包括现在直播就我紧张，就好久没唱歌，我特别紧张。今天就是是因为我来了你才紧张？也有可能是你疼，或者是你方了。就是你来了可能就是方了就本来我的状态已经来了，但是因为我发现我在和我汤力直播那时候我就一直都唱，就大家知道我要打给谁吗？你要说一点，大家知道要打给谁吗？和谁连线吗？你要说一点好听。他们就打打打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我打呀？我不敢打，快打！我的手机快快。我打打打打打，全是打，整个屏幕只剩下打了。打架吗？打架吗？打我。电话。要。打打打，拨出去。有，我紧张。看一下。看一下，你别动，哦，看到了，我不接，给他个免提，免提好不好？免提好不好？你也叫小白大明星好不好？哦，这个音乐蛮古老的，蛮古典的。太牛，确实好，好难听，不用我说，谢谢。喂，少爷。啊。什么鬼？你在哪儿啊？在家呀。什么时候去拍戏啊？他那个应该是在这个月的中旬偏下旬吧。我看你现在写书呢，写成什么样了？写鬼呀！啊！哎呀，我什么鬼书现在？是吗？啊，头发没洗，然后现在是在那个什么？我没有在录音啊，我为什么要录音啊？不是，这是跟他们视频是吗？跟谁视频？直播？没有啊。直播什么呀？没有啊。我要为我直播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我电话没电了，我就用我儿子电话给你打一个。哎，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都要那个就是蓬头垢面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好多就是优秀的编剧啊，包括写东西的那个这个作者呀，他都是那个不顾形象的。你看好多诗人都喝完酒才写啊。关键是我形象挺好的。你这披头，所以你说的那种在我这儿不奏效啊，我这再怎么的但你刚才不说跟鬼一样披头散发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披头散发你说的啊。你刚才不说跟鬼一样披头散发的吗？披头散发你说的啊。对，就是因为我也看过你披头散发的嘛。披头散发我怎么没看过啊？就你觉得帅吗？就还好吧。不帅吗？帅帅帅帅帅帅帅，你是最帅的。哎，那个你是不是要去上海拍啊？对啊。你记得那个我前两天上那个一个偶像榜，然后不是得冠军了吗？得冠军之后他可以在那个地铁站有一个月的宣传那个广告，然后你记得去上海的时候看到跟我合影自拍啊，然后发给我。你觉得我这种身份会去地铁站吗？就是因为地铁那个上海的地铁你不是跟我说都是你承包了吗？就都是你拍的吧。你到哪儿啊？你地铁都是你啊？地铁没有，都是我，就是你。如果都是你的话，我就去，马上就去找个地铁站，我下去就拍。就是所有的地铁站都有我，但是只是一小块的一个，就是电子的一个，就是广告。啊，
不是二维码那个下面那个一小点点那么大，你要去寻找我，就是每个地铁站都有，你要跟我合影拍给我好不好？多久啊？要放？要放一个月呢，就是你现在去就有一个，还没有，现在还没上呢，快等你去了基本那个时候正好上一个月，你就每天去报道就行。他不拍戏啦？对呀、啊，他是去拍戏呀、啊。因为你跟我说那个地铁不都是你承包的吗？所以说你去看看你的事业嘛，对不对？有时间，嗯，看看什么承包？看看你那些。我在你们家门口平地停了，好吧？看你几个，看看你员工。哎，我今天那个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啊！我今天就是这么浮夸，必须要直播的时候送出去，要不然大家不奏效。你知道那个我100万福利吗？就是不是送了你一个黑幕的专辑吗？啊，就是你是不是不太想要？直接把它送别人了？没有，没送别人，就是因为这个现在黑色的这个全球限量1000张啊，其实都大家都哇，哎，我觉得你配合的挺好，就是现在都没有，只有现在我手里有一个，就是我给你量身定做的，现在我的是编号是从1号到1000号，然后我专门给你做了一个00051800000号。然后是就是属于你的，然后今天我就在这个就是要送给你，哎呀，这样你就知道我在直播了啊，没事，对，我告诉你一声，我现在在直播啊，你刚才说的都被录下来了，嗯。我好魔性的笑声，非常好魔性。变成个吸血鬼了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那个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这个是那个是不是没有人先拿到的？没有一个人拿到，少爷第一个拿到的，就是黑幕就是这么明显、嗯、啊、哦。然后请我，因为我们两个现在不在一个城市嘛，我在北京，一个在深圳，所以儿子，请你帮我带回去好吗？我就寄我明天给他，我对我怕我寄过去坏了。然后看到了吗？打开之后是这样的。知道坏了吗？还是你心疼那点邮费啊？没有啊，你不是那个很多快递公司都是你承包的，你就直接跟我说。一个承包地铁，一个承包。哎，你怎么这么粗俗、啊？爸爸，这个专辑我都没有，我到现在他。对啊。前一张普通版他都没有送给我。打开之后是这个样子的，然后这。插话，因为我们聊天很珍贵。然后这个是那个就是会员卡，然后这个是银色的专属号码，看到了吗？请给特写。零，一会儿单独拍给你。00000，看到了吗？截个图啊，这个号码051800000号。哎，等等，1226号。对呀、啊，嗯，你要说1226号啊。嗯，1226号是一个神秘的东西，我先不跟你讲。嗯、哦，还有一个神秘的东西，他说他要给你。OK。看到了吗？0000号啊。嗯，然后今天就在这送出去了啊，里边还有海报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行李牌，然后还是黑色的碟，是黑色的，正常版是白色的。你等会儿把名字签上去好不好？对，好。好，我现在就签，在这个镜头面前签。你把电话拿起来了。给我。爸爸，他在给你签名。少爷能听到我讲话吗？不能。什么？不能。啊。我看看他给你签什么。你写成什么样？我先内容我就不曝光了，一会儿我私下给你，让他自己晒吧，好吗？好啊。因为今天什么都公布出去了啊。那你再那个。他说刚才说聊天机会很珍贵，那继续聊一会儿啊。嗯。那个。给看这个是本啊，啊好，歌词本都在本，然后我里面有我的日记，然后大家也可以。那个，那你拍戏和写书，那你能吃得消吗？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因为书的话，我想什么时候出，说他们给我没有，我没感觉会写出来，所以就慢慢写就好了。但现在已经写出了很多了，然后拍戏等我进组的话，我应该写书就停掉了。所以我争取是在我想的是能在我进组之前把它完事儿，不然的话我拍戏的话我就没有时间写了。哦。但是你拍戏有一些经历的事情可以写里啊，就是像花絮似的。就可以用录音笔录下来嘛，然后回头再整理。因为拍戏的时候我还是不想干很多。就是在费脑子，会不会很累啊？嗯，没有，我就想的是尽量能在进组之前看看能不能把初稿啊什么的定一下，然后让别人帮我看一看，需要哪里修改我再来改就好了。那你发我几篇，我看看你文笔怎么样，好吗？这倒也不用。为什么呀？
你是觉得我不可以是吧？我就不可以，我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，说不定你是怕我画蛇添足吗？我明明是画龙点睛，好吗？嗯，好吧，那行吧。让你写书了，我们要下面走流程了，爸爸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爸爸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上次九号那个。嗯，好。那然后那个少爷，你是九号在也是播这个奥康的这个直播是吧？在天猫直播和一直播。啊，对对对。行，那就到时候见了啊。九号见啊，九号，九号少爷跟大家见，九号拍戏呢，来个屁！你在哪儿啊？我九号还不知道哎，我还不知道在哪。反正到九号播的时候，到时候看呗。你要有时间的话，就连个线啊，聊聊天。行。然后要是美的话，就是个屁；要是没时间的话，就到。美美是个屁。哎，对啊，你现在不蓬头垢面吗？咱们俩视频啊。你不是说你天生丽质吗？我看看，让大家看看。你给我滚！好了，我们就先结束了。祝你幸福，继续写吧，老师，回家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又送我一辆兰博基尼。爸爸，拜拜。哎呀，送错人，这个是送少爷的节目。Today, to see if I still feel, I focus on the pain, the only thing that's real. The needle tears a hole.